当我信耶，爱来与主同行，求主的爱此时此刻就充满我们，让我可以很坚定的跟随主走。每一天，我要与你同行。冬日不。
花富神在2016年的开始，能够让我们继续当我们精神上的粮食，当我们心灵上的导师，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发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祈求阿爸父神明是你的大爱给在小年夜受灾害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力所不足的时候，我们只能祈求阿爸父神明光照他们，让他们早日恢复，走出心理的创伤。我们更祈求阿爸父神明在2016年让我们的华语堂能够更兴盛，让我们的人数能够突破100，让更多需要你、需要你的爱的人能够来这里，见证到你这位唯一又真又死的上帝。我们这么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之圣尊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在 PowerPoint 这里，我们一起来开口一起念，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牧师千惠要讲到的是情字这条路。那在牧师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分享圣经雅歌第8章6到7节。来，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念呢？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的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光面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日。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哇，好伟大的情！我们先欢迎我们的牧师千惠，为我们来讲解今天的主题：情字这条路。